下面舞台交给吸泡泡战队。我们那个舞和他们都是完全是不同的类型，那我们也有非常多出彩的地方，对方也有很多亮点，相比来说我觉得我们的代入感可能会更强。音乐很快是吧？你们试一下，不行就算了。1234 5678 2234 5678。哦，他离你很近，对吧？他不离太近的话，可能那个腿就没效果。他往前的话，我们选音乐是真的难。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也是想尽各种办法，怎么样把这个很难很炸的这个音乐表现出来。Robert了。这一次的作品呢，就是希望返璞归真一下，一切回到舞蹈本身，就不用道具了，都是用身体直接演出来给他们看。你们 OK 了吗？来吧，耗子。来吧。音乐的声音造完了。最大，感觉像。他们是用身体做出来的道具，一个摩托车，我特别喜欢。前面骑太多了，前面好很多了，比视频，就是后面这样转完了以后，抛开了那个地方。哎，你要是这样呢，我往哪边推着你们就往哪边转，棒。你然后，你们俩往反方向转，对你往前走，你们俩转过去，直接开始伸手，明白什么意思吗？队长他其实挺能猜观众的心理的。他会觉得，观众看觉得挺无聊的，要不就改得震撼一点，要不就改得有意思一点。阿酸其实特别努力，我们这个里面有 locking 的元素、popping 的元素、robot 的元素，他不停的在反复看视频，积极的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舞蹈当中来。所以说对于一个纯 power move 的 b-boy 来说真的太厉害了，我很佩服他。这个前面你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阿酸是在后面的吧？对，在后面干什么？他跟着我们一起跳，跟着我们一起跳。对，你们再跳一遍我看看那个地方。阿酸这样的 b-boy 是专门放大招用的，那他 popping 其实如果跳不好的话，其实会连累到他。你让阿酸在后面做一个这个样子行吗？你试试，你就这样，你们俩去来，你们做一遍。我跳去慢牙，你明白吗？就是可能他就是他不露身子，他身子跟你们躲起来，但是其实手是这样，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你排一下试试。就我希望在他们三个人跳起来的时候把阿酸放到后面隐藏起来。反正你们最后往外那个其实没有什么看点。对，往外的那个把 point 给他，有还有你没放过的大招吗？我是给阿酸在最后加了一个亮点。哇这个帅啊，这个帅。你为什么要藏招呢？类似于 baby 但是不是爆的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帅啊，你为什么要藏招？这个没见过呀。对啊，我们让你秀招的时候干嘛不秀给我们？如果他们能把最后阿酸的那个点弄好了，我也不怕。这支舞蹈我们一定是必赢的。韩队好。Hello。 我都发秀。你快吃点汤圆吧。吃啊。
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不是，这汤圆怎么是咸的呀？这个嘛味儿啊？是咸的吗？绝无不可能。你来一个，我不吃。你尝一个。我几点了？我不吃了。你多吃点啊！吃一个我这个，我你来一个，我不。你来一个，不，你吃一个。不吃。你老给人吃什么？太难吃了这个。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大的要改的地方？没有什么大的东西了，就主要就是把一些还不齐的 timing 的地方给搞齐。动作什么时候就不改不换了吧？对，也没有时间换。走吧。一二三 ，OK， 收彩 ，Sweat DJ drop the beat。其实从舞蹈本身看，这个舞蹈我们一定是第一。我真的没想到会失误，你明白吗？当时是觉得耗子他们要有危险。两位队长如何评价自己和对方的作品？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表演更代表 C-pop， 我们弄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，他们每一个人都代表不同的 style。可以代表每一个舞者在舞台上面表现出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是舞台上的王者。我们团队只是想表达，就是街舞文化这一棵大树的一个根，就好像我们五个人每个人的风格真的不一样。我们有蹦叽咔啪，蹦蹦叽咔叮，我们有我们的 Lucky，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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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有 Popping， 蹦叽咔砰，蹦蹦叽咔啪。还有这个节目的唯一一个女 walker， 不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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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然还有我们的 hip hop， 蹦这个 pop， 蹦蹦这个 square。其实这些真的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对舞蹈的这一份热爱的心是一样的。确实，你们跟这首歌确实是跟别人不一样，叫我们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这首歌是。最不一样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首歌是我为我的团队亲手做的编曲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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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这首歌是他们自己做的，他们自己唱。但你们，我们不一样，但你们唱就是不一样，这就是街舞真正的能量。你们唱了。
但你们唱的是，但已经别人知道的歌了呀。我们做了这个编曲，是我亲自为我的队员自己做这首编曲，这是应该是第十二版吧？其实这个编曲他做了好多版了，因为第一版其实做出来的时候我们挺不满意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觉得太简单了，然后我们要求再改难一点，搞到最后，那好吧，我再给你们一个版本，这个版本你们48秒以后能跳下来算你们厉害，然后我们在群里面回复，没问题，别人不行我们可以。我觉得我们的完整度大家都看到眼里了啊，零失误。在对方这边呢，我看到的失误比较多一点。阿三在做地板的时候，就跟我们那个大神就不小心撞到了。要不然，我觉得在那个表演，我觉得会蛮精彩，就可惜掉了。我们今天的确有失误，那么在这里，我其实特别特别想说一句，就是我特别特别的佩服我们的 B-boy 阿酸，他是目前在台上 Power Move 最厉害的。他尝试了非常非常多跟他完全无关的东西，比如说 locking， 比如说 popping 里面非常难的连阵，我们做的东西他能做出来，而他能做的东西我们做不出来。我可以让我们队的人学 breaking， 你们可以吗？还有一点，为什么这一场不做 power move， 并不是我怕阿酸，是因为我前面做了 power move， 只有 footwork 才能代表真正的 b-boy， 我们传播的是文化，是根儿。别激动，就是不管你传播什么还是谁强，这也不强，现在我们看的只是刚刚那两支作品而已，都别激动，淡定一点啊，投票吧。那么在此之前还是要问一下韩国队长，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比赛，失误那就是失误，我投给小猪这一票。对，今天虽然有失误，但是我很喜欢失误之后然后 B-boy 自己再圆回来，然后我就觉得临场也特别好。然后这边我是觉得新颖度啊，然后编排，然后还有情绪其实一直保持的都是特别好的，所以我其实在心里是两边都投了。对，但是我是弃票的。现在请两队转身面向给你们投票的观众，支持黄子韬战队就扔下你们手中的红蓝色毛巾，支持小猪的修罗梯战队就是黑金色毛巾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投票开始。请工作人员计票。本轮的票数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，比分是41-70。有两位弃票，获得更多毛巾的战队是。我们不一样的表演会来得更吃香一点，我胜算还蛮大的，因为我失误，大家可能心里就对这支舞的分数会下降，就可能会觉得对方没什么失误会比较好。获得更多毛巾的战队是。